在这里。原谅上帝的话，大哥你真的是国宝啊！你糟蹋够了没？所以啊，所以啊，而且我今天带的是大哥的写真集，有吗？也是全裸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是大哥写书法的珍贵专辑。哎呦，哇！哎呦，有没有？各位，我刚刚是故意埋了一个伏笔。哎，这一首歌。国家，你刚刚有说到红不红？没有国哪有家？没有国哪里会有家？是远古流传的话，多少历史的教训证明，失去国家多可怕。最厉害的是蛙人部队，上帝大哥的歌有没有看到这一张照片？哇塞，写书法。年红到什么程度？什么程度？这张照片，就这张照片，甚至还有人仿冒他拿去卖养肝丸。养肝丸，养肝丸，你看，身不养肝丸。后来他后面这个国家是张帝大哥写的，对不对？是是。后来也有人 copy 张帝大哥这造型做节目。哦，你卡过能 Q 卡过？你卡过？你卡过？哦，很红啊，当然。所以你看里面的歌啊，真的是。还有这一首我也常唱的。谁都不能欺负他啊！谁在这里？我的神在这里，我的掌在这里，我的神掌在这里。原谅上帝的话，是这一首啊？这个歌也是他唱的，真的假的？大哥，你真的是国宝啊！你糟蹋够了没？没没事。哎呦，我。我只是舞蹈动作，我能不能请你稍微尊重一下我心目中的一位神偶像啊？不，神，很多事情是我们做不到，就像你说的，人一生四十年来55万多场的演出，对，五万多场，你可能都还达不到，我达不到，我达不到，对对，因为我是以价质量，嚣张成这样，没事没事啊。刚一丢张国藩嘞，对他一场80万的，天哪，那花这种冤枉钱，这个都国宝，这位是国宝，太国宝，这个以后就进故宫了，真的真的，这张唱片有没有？保所以我说这是写真集，那你今天来就带了一张唱片，你就啊，没有，我要请那个大哥有没有办法帮我签个签，签的在哪？签个名，今天是签唱会了，这个很难得啊，我也签，好好签，哎，签一次少一次，对对对。因为大哥接着要忙演唱会啊，我没有办法。张帝大哥不是永远有？哎呦，天哪！历史性的一刻。哎呦，能不能拍个照？自拍。拍照？你要真的来这里偷东西啦？这个机会很难得哎。那你先帮我们拍，好吧？好。我们一起看，很好。等一下，然后我拍一张张帝大哥个人的，个人的，正面不要笑太大，不笑，庄严一点，让人家看你会看。喂，没有礼貌。拍照，来，真的拍照。哎，这个宝贝真的要收好，真的要收好。来，这个人的一生呢，有时候能够留下一些历史，是真的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对呀，你看像我们在做这一行，我心目中就三个偶像，演戏，李国修老师，李国修有没有？然后摇滚。哎，高凌风老师，就剩他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要收集是吧？什么意思？是不是？我是说，在模仿，在歌唱去。大哥，大哥，没事，大哥，真是被你们气坏了。对，人很好的，没有啦。以模仿界来讲，当年开启模仿的先河就是张大哥。张大哥，这个再怎么样，不可能有人。可以篡夺的，无人能出其右。一开始那男的女的，他通通模仿。是当时的节目很贫乏，了解了解。一个舞台就靠一个演员在上面撑，很难全包了。所以你什么都要会，对，真的什么都要会。对呀，就像姚素荣唱歌了，一年又是365天。姚素荣，哇哦，性感，哦耶，有。忙叔叔啊，哎，好好，就厉害。大哥每次一来啊，导播你们很熟嘛，小白是他们团员嘛，导播都打电话跟他老婆讲，我今天可能会晚一点回去。因为大哥。
歌的梗比较慢，但是他慢慢的不讲真的，但是一道一道舞台就是我的生命，对对，一上了舞台我们就忘了下去了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看到您也开心，开心嘛，再见再见，我没那个意思，我知道够了嘛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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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浪费你们时间嘛，没有没有，在模仿一个你根本不会模仿，你根本不会模仿刘文正嘛，刘文正嘛，刘文正你不会嘛，刘文正你不会了解吗？刘文正再见嘛，但刘你嫌我做多了嘛，对不对嘛？刘文正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吗？刘文正他不会，一个节目又怎么样嘛？刘文正你不会啊？啥道理？我可以再回来吗？可以。我回来了，音乐来了，刘文正你就不会啦，是不是？来了。要刺激他，当然唱不完，对啊，唱不完。就来了，谁说不？小雨打在我的身上。几经忧伤，重回我们的家园，找寻我的希望。那青山绿水又荡，算好了。